咩叫等执笠等运到？睇睇公民党就知啦。话说政府咧 DQ 四名揽炒派立法会议员，当中有三个系公民党嘅党员。寻日佢哋执委会换届，大家梗系关心公民党能否知错能改，回头是岸。我哋最主要咧系保住道气啊！我哋从来都冇支持，冇支持港独噶噃。哇！你咁样想放大帽？哇！唔支持港独呢啲大是大非嘅事情，点解唔可以斩钉截铁咁讲？我反对港独咧，咁样点洗底啊？俾多次机会你。美国制裁香港系美国嘅问题啊嘛，所有呢个国际嘅外交啊，都系从本国利益出发噶啦，系嘛？咁所以呢都，我觉得咪而家已经系美国自己决定系点样行事噶嘛。我都冇唔觉得我哋有乜嘢可以做嘅。嗱，梁家杰咧唔知系咪失忆咧？旧年九月，公民党去信美国参众两院，促请尽快通过香港人权民主法案。如果制裁系美国嘅内政，咁你哋写信去要求制裁，即系点先？做 show 食人血馒头，呃政治红利？又如果外交系从本国利益出发，咁公民党做美国打手卖港求荣，呢条数点计先？要揸刀啦！你要揸刀。陈淑庄退党，郭荣亨退出政坛，杨岳桥又话有缘再会，唔知系咪暗示都会退出？资深乱港头目鸡飞狗走，公民党搞成咁，可谓咎由自取。与其等灭党、等执笠，不如学郑松泰咁，食个美心蛋糕，乖乖做忠诚反对派啦！俾个机会我，点俾机会你啊？我以前冇得拣，我而家想拣翻做好人。